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三二一，起来！像风筝接着我们在热泪盈眶，不敢说的心话就让风告诉吧，追溯过你影子却被胆小给挟持，就让我再试一次勇敢的和你对视。共同的偶像。张路让要转学？怎么这么突然？我听我妈说的，因为学籍问题吧，估计阿让也不太想走，这几天一直都心不在焉的。这事儿没跟我们说。苏太太知道吗？肯定啊，她这几天一脸不高兴，我还以为跟谁吵架了呢，一定是因为张路让转学的事。也是。张如让肯定第一个就跟他说。佳佳现在一定很伤心。不行，我得想想怎么安慰他。他去安慰，确定不是火上浇油？难说。你这两天是因为张路让的事儿不开心吧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太明显了。你们这都几天没有一起回去了。不过你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毕竟我也有过。是因为千羽哥吗？一开始是挺难受的，但你要顺其自然嘛，一旦接受现实就好了。可我就是接受不了。不至于吧，就算张路让要转学了，你也可以跟他打电话呀，苏阳又不远，你放假还可以去找他玩呢。转学？难道你不是因为张路让转学的事不开心吗？他要转学了你不知道吗？他什么时候走啊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要不我问问顾然。你们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。再怎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去问他。怎么？你要转学了？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好几次都想转身往回跑，我有点害怕听到你的回答。但有的事情如果现在不问，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还有没有勇气问你。我以为你只是嫌我烦，至少还是朋友，我以后少在你面前转悠就是。可是你要转学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就我不知道。你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一点也不重要。习惯每天都有你在身旁。
太晚了，我先走了。苏太太。仔仔，你不坐这儿？嗯，怕碍事儿。哎，苏仔仔呢？仔仔今天值日，打水去了。他一个人啊？还有我，冉哥，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？不愿意。冉哥，你呢？好，我就知道你，啊，冉哥，太感动了啊！我去打水去。我自己可以。哎，苏太太，哎，你们觉不觉得苏太太这两天特别奇怪？刚才她说先走的时候，跟我们所有人都打招呼了，唯独没有理你。你是做了什么事儿让她这么讨厌？在在。这人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俩这么熟，你不知道？你这朋友太塑料了。明明是张路让跟他更熟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过现在不一定喽。这男的还挺帅的。你既然没见过世面，就他那样也叫帅？又不是周末连个校服都不穿，一看就不是干正经事儿的。我听我们班女生说，这两天总有外校的男生来学校门口堵女生，还小流氓似的吹口哨。这不会也是吧？不行，我晚上得问问在在。哎，我听我们班女生说，这两天总有外校的男生来学校门口堵女生，还小流氓似的吹口哨。这不会也是吧？阿让，阿让，就叫我去趟便利店。哎，钱包了。哦，钱包。这孩子怎么心不在焉的？这可以，你不吃啊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对了，你转学的时候有跟你之前学校的朋友说吗？那肯定得说呀，那好歹朋友一场。那，你有没说的人吗？还真有一个，隔壁班一个女生，之前啊就总烦我，所以转学这事儿吧，我就没跟她说。我要是跟她说了呀，她肯定又问东问西的。要是放假再来找我，那就更麻烦了。哎，有时候啊，这个人啊太过于热情，对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。吃空气去吧你！你干什么？有你这么对弟弟的吗？
注意你的措辞，是表弟，谁付的钱归谁。不行，我闹。是。不管，就是我的，我不许再吃，你不许再吃了。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都很好吃，你尝尝吧。吃了，不掐死你！苏太太，你做什么了你？我做什么？大哥是他在单方面殴打我，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我不。苏太太，你可以嫌我烦，我也不是非要围着你转。走了。别不说话呀，那人谁呀？就普通同学。普通同学？你忘了他刚才那样了，那表情还以为我欺负你呢，能是普通同学？那他就是正义感爆棚，男生不都这样？哼，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们男生了。你刚刚在便利店为什么？算了，不想。哎，苏太太呢？对了，他表弟来了，他正好趁着午休带他去学校转转。正好把他带瓶牛奶。表弟，他表弟来我们学校干嘛？好像是下学期要转过来了。哦，就是昨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看见的那个男生，亏我还以为别的什么人。你笑什么？没有啊。是哪个？苏太太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惹你生气了。我就是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嫌我烦，可以。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烦过。那你为什么告诉所有人转学的事情，唯独没有告诉我？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。我本来想第一个告诉你，但是我想了很久。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朋友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宿阳？下个学期。那
还有几个月呢。你还在生气吗？嗯，没错，我是有点生气。嗯，其实不止一点，我气得好几天中午饭都没吃饱呢。反正你选吧，哄我跟失去我，你选哪个？你不选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怎么哄？你跟我撒个娇就行了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我在在啦，你试一下。我嚷嚷了。你生气啦？没有。那你笑一个。笑不出来。你笑一下嘛。不想笑。那你就是生气了。我怎么会生气？不想生气。笑一下嘛。不想笑。下周二有个省级竞赛考场设在我们学校，就在我们这层，所以大家这几天陆续的把桌子里放的东西都带回去。桌面上那些涂鸦贴纸都清理干净，周二前把教室要空出来，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得，给神仙们多地方打架。不过你今天挺高兴啊，转学的事真不打算跟我们说了？你们不都已经知道了吗？从下个学期开始，这个班就剩我一个人，想想就无聊。是，一开始陆理事说要自己过来，但他这次考试不是挺重要的吗？我跟他爸也不放心，就说一起过来。我又不是没有自己出来的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上次是谁在车站差点把自己弄丢了？就是，你呀，就是学习能拿出手去。哎，哥！哎，回来了，阿让。爸妈。哎，阿让，陆离有个考试，下周在我们学校。这几天呢，也要跟其他同学来我们学校旁听一下高三的课程。最近就住这儿了。好。你们两个一起住，没问题吧？那有什么问题？阿离小的时候最喜欢跟阿让一起睡了，是吧？说的也是啊。晚上我给你们俩拿一床大点的被子，正好趁此机会，阿让，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多问问陆离，他高二这时候都在读下学期的课程了，啊？哥，你们今天作业很多吗？还好。哥，我这次过来，你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别多想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哎，佳佳你不去吗？我不去，上节课下课被你们忽悠去了一趟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。我还不如睡觉。那我们去啊，走，我们去了啊。你们说什么呢？看什么人影？今天我们学校不是有外校的学生来学校听课吗？听他们说有一个天才，16岁上高三，跳了2届，关键是人长得还挺帅。这比保护动物还珍惜呢。这不，都去凑热闹了。这哪用跑去看啊？贴吧上不是早有说他的帖子了吗？高清照片，哎，我看看。
我怎么觉得他长得有点眼熟呢？好像张路让。是有点儿。哎，说到下课好几分钟了，他们怎么这么慢？这口超市什么吃的都没了。这节课是老张。那怪不得。哎，仔仔，你看那个天才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等谁呢？哎，快走吧，饿死了。哥。哥。哎，陆离。哥，妈在学校门口等我们，我就先来找你了。他是来等你的。我还有晚自习，你先走吧。我都不知道你过来了，明天找你打篮球啊。顾然，我先走了啊，走吧。亮亮，你家也只有你一个吗？我有个弟弟。弟弟？那你们长得像吗？应该还挺像的。性格也像吗？不像，他性格很好。你也很好。不对，你更好。那你们两个谁更好看？我弟弟。不对，亮亮最好看。可能也就只有你这样觉得吧。哎，张路让，听说来高三听课那个天才是你的弟弟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这好奇心那么重，要是用在学习上，老张抓你就消息。我的学成绩也就这样嘛，真羡慕张路让，不用辅导他弟弟功课，反而还能被他辅导呢。这帮人就是闲的，八卦传的比什么都快。我说他们两个名字这么像呢，原来真是亲兄弟啊。你们消息怎么这么快？贴吧都传遍了，大家现在都知道了。他们家这个基因真让人羡慕，是怎么做到两个孩子都这么优秀的？但为什么弟弟已经上高三了，还得过那么多奖，张路让才上高二，这一点他就不如他弟弟遗传的好。什么叫才啊？那我们不都才上高二吗？这每个人不同，不能一起做比较。他们俩是兄弟俩，比较一下很正常。就搭一下，小气。就小气。你们也没有去食堂吃饭啊？人多，叽叽喳喳的，吵得耳朵疼。这不准备去你家吗？有眼光。哇！怎么了？让让，你上次月考英语考了100亿耶，是哪个老师教的？这么厉害？你这么夸自己也不脸红。我有什么好脸红的？官方，嗯，你嘴上涂的什么呀？润唇膏，人家给我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嘴上抹东西了？不是透明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润唇膏是变色的。江江，有本事你不要跑。我没本事。今天要你命！
哎哥，明天周末要不我们去游乐场玩吧？不是说江阴游乐场很好玩吗？我要写作业。那后天呢？或者说你想去哪里玩？再说吧。哦，我不打扰你。哎哥，你作业做完了吗？啊，那要不要来玩游戏机啊？我专门从苏阳带过来的，有一关我一直过不去，哥你一定很快就能过去的。你自己玩吧。就玩半小时。哥，你耍赖！下一把我让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小点声，别吵，赶紧学习。啊。阿让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带着弟弟打游戏呀？不是哥，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。你弟弟以前在家从来不玩这些，怎么一到江一就给你学坏了？玩物丧志。阿让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父母啊？但凡你能学学你弟弟那么认真，那么……你能不能别再说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什么态度跟你妈妈说话呀？别再说了，是我要带着哥打游戏的。你们却连问都不问，真的，能不能别再这样房间吗？啊，没有，我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。啊？阿里，阿里，哎，阿里吗？阿里在你房间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怎么了？孩子不见了。阿里，怎么回事啊？阿里，阿里，为什么你俩在一个房间？连他什么时候出门的你都不知道啊？行了，姐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先出去找找。阿里在江一没去过什么地方，应该走不了多远。哦，对对对，赶紧找找。走走走。文香要超威的是吧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买完我就回去了啊。嗯，这几个
牌子不都差不多吗？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16岁左右的学生在这附近？让让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弟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他寝室应该不太好。是个男生，穿着灰色短袖。嗯，没印象。好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让让，江姨还是你没我熟悉，要不我陪你一起找吧。好，走。陆离，对不起，陆离。这孩子不接电话呀，请稍后再拨。还不接啊？姐，咱们再去那边看。哎。张陆离，陆离，哎，找着了吗？没有，你呢？没有啊，一直找到学校都没看到陆离，车上也没有。实在不行，报警吧，警察的力量总比我们大。对，报警，现在就去啊，走。哎，二让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们也不用那么多人去。他现在有心思休息吗？陆让真不是我说你，你跟你弟弟在一块儿，你连他什么时候走你都不知道。行了，要不是阿布你收了他，他至于这样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你我说什么了？哎哎呀，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把阿里找到。我去其他地方找一找。走走，报警。找啊找啊，快走啊！啊，走走走。是我，但我认识你，张陆礼是不是？我叫苏在在，是你哥的朋友。那个会说话的玩偶，是你送的。玩偶？啊，那个。你哥连这个都跟你说了？是我自己看到的，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。一开始要知道过来的时候我很开心，因为哥喜欢的地方一定很好。我一直很崇拜他，小的时候不会系鞋带，都是哥蹲下来帮我系的。因为我不记得回家的路，他每天都会等在校门口，偶尔还会用零用钱给我买水果糖。他明明也只比我大了1岁，我那时候就觉得哥很厉害，比我厉害多了。也许偏心的开始只是一个多煎的鸡蛋，只能选择一个的家长会，一句可有可无的比较，但一旦有了开始，后面的一切都像是理所当然，就连我也是帮凶。哎，陆离。哎，哥，这道题你会吗？会啊。啊，那这题很简单的。哥，你不会吗？那次我很开心，那么厉害的哥哥问我问题，我也是能帮到他的吧。只是当时不懂事，真的很不懂事。到后来我才注意到，那些人总是说：“阿正，你比你弟弟分数低了这么多，怎么学的？”阿正，我不想说你什么了，不会的你可以问问你弟弟呀。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哥的感受，也没有考虑过我。
哥不怎么说话，也不爱笑。我一直以为哥的性格就是这样，直到我遇见了你们，我才知道哥原来不是不爱笑，而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，早就开心不起来。其实所有人都在夸我，但我最想要的就是哥能夸夸我。很谢谢你们能成为哥的朋友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张路让是我死缠烂打才答应跟我做朋友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让让，哥，对不起。回家吧。让让，我发现我跟你弟弟还挺投缘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偶像啊。他很羡慕我现在能跟你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坐同一班公交车，有共同的朋友。而我羡慕他有你这样等过他放学，帮他系过鞋带这样的好哥哥。陆里说的吗？嗯，我之前对他的印象一直都是大家所说的天才，好像也忽略了他才16岁。他说他最崇拜的人就是他哥哥。让让，我觉得他真有眼光。再仔细找找，如果真落家里啊，赶紧打电话让家长送过来吧。不过啊，估计送过来也得半个小时。哎，大哥，你能让我先进去考试吗？不是我不想让你考试，规定就在这儿，没办法呀。前面有学校在考试，所以交通管制了。我估计过去还要好一会儿呢。师傅，不用找了。
再找找。朱广正，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进考场啊！哦。加油啊！好，赶紧进去吧，快快快快快！发现有一个宠粉的偶像，也太幸福了吧！见。